好，我们等小朋友一起来。We're waiting for everybody to get ready. And well, it's time for story time. 我们准备好了吗？要听故事了。Miss Panda, 等所有的小朋友准备好。We're getting ready for everyone. Are you ready? 你准备好了吗？ Hello, welcome to Story Time Friday with Miss Panda. 大家好，欢迎和 Miss Panda 一起来听故事。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准备好了吗？还有你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来来来，听故事了。It's time for story time. 来来来，听故事。来来来，听故事。Come and listen to stories. All right, 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了？好了，我们开始说故事咯。Okay, 我们先唱歌。Let's sing a song together. 我们先一起来唱歌。你好，你好，你好吗？很好，很好，谢谢你。你好，你好，你好吗？很好，很好，谢谢你。我们今天有一个小朋友，他说，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You can put a name of your friend in the song. Can you do that? So we have Zia. Zia, Zia, 你好吗？谢谢你。Truman, Truman, 你好吗？ Rebecca, Rebecca, 你好吗？谢谢你。Thank you for writing to Miss Panda and thank you for joining for Storytime Friday. 今天我们要说什么故事呢? What story we're going to tell today? 今天我们要说什么故事呢? 今天的故事是有关于一只兔子还有一只乌龟。你知道这个故事吗? Do you know the story?一只兔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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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跳跳。Can you do that? 你可以跳跳看吗？兔子，兔子，兔子，跳跳跳。兔子，还有一只乌龟，乌龟 ，turtle。一只兔子，还有一只乌龟，他们两个要去赛跑。They're going to have a race. 他们要去赛跑。你喜欢赛跑吗? Do you like to go on a race? 你喜欢赛跑吗? Miss Panda 喜欢赛跑。跑跑跑跑跑。你可以跑一跑吗? 你也跑一跑。跑跑跑跑跑。请妈妈跑一跑。请爸爸跑一跑，请你的哥哥姐姐或者是弟弟妹妹和你一起跑一跑，跑一跑，你们来比赛跑一跑 ，have a race， 我们来比赛，我们来赛跑。可是今天要比赛的是一只兔子，还有一只乌龟。兔子，哇，我们来看一下。Oh, this is the book, Miss Panda's book.First Mandarin sounds. OK, 我们看看有什么。有一只兔子，看到了吗？兔兔兔兔兔，兔子，兔兔兔兔兔，兔子，你找到了兔子了吗？兔子啊，在这里。还有没有看到别的兔子？ There are three rabbits on this page. 兔子， can you see the characters? 兔子，啊，兔子，啊，兔子。Did you find the last one?Good job, 兔子。所以呢，今天我们有一只兔子，还有一只乌龟 turtle， 他们要去赛跑 have a race。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故事？你知道这个故事 ？You know the story。你不知道这个故事 ？You don't know the story。你知道这个故事，很棒，很棒。今天兔子和乌龟要去赛跑。兔子跟乌龟说：“嘿，兔子，走吧，
我们去赛跑。乌龟爬爬爬，它跑过来说，今天我们要赛跑吗？今天我们要赛跑吗？对呀，今天我们要赛跑，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赛跑？乌龟说，我们今天要一起去赛跑。我们今天一起要去赛跑，可是我们要跑跑跑。可是兔子，你跑得很快。这是真的， the rabbit can run very fast。乌龟跟兔子说，你跑得很快，你跑得很快。The rabbit think about it。兔子说，真的吗？ Is it true? 真的吗？我跑得很快吗？乌龟说，对，你跑得很快，你每一次都跑得比我快。兔子又想了一想，他又想了一想，我每一次都跑得很快。那乌龟呢？乌龟呢？乌龟跑得快，还是乌龟跑得慢？乌龟爬呀爬呀爬，兔子跳呀跳呀跳。兔子想一想，兔子又想一想，兔子说，乌龟，你真的觉得我跑得很快吗？ Do you really feel that I run very fast? 乌龟说，是啊是啊，你跑得好快，你每一次都跑得好快。兔子又想一想，兔子又想一想，可是我们今天还是要跑步。 But you know, Miss Panda used to have a pet turtle. Yeah, 我以前有一只很可爱的乌龟宠物。我的小乌龟，你知道吗？它跑得一点都不慢，它跑得很快。我的乌龟跑得很快，我喜欢和我的小乌龟在院子里散步。I love to take a walk with my turtle. And that's true, 是真的。我喜欢和我的乌龟一起在院子里散步。你有一个院子吗？你的院子里有花，有草。这只乌龟在我的院子里喜欢和我一起散步。可是它跑得好快，跑得好快。兔子又想了想，乌龟，乌龟，我们去散步吧。乌龟说，不对，不对，不是去散步。Not taking a walk. No, they're not going on a walk. 他们不是去散步。那我们去做什么呢？乌龟说，我们要去赛跑。We're going on a race. 他们要去散跑。你要不要和他们一起去赛跑呢？准备好了？准备好？一、二、三，开始！兔子说，慢慢来。Let's take it easy. Let's go slow. 慢慢来。兔子说，我们去赛跑咯。一、二、三，开始。One, two, three, start. 一、二、三，开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Take a look. 兔子和乌龟开始赛跑。兔子跑，兔子跑，乌龟也跑，乌龟也跑。谁比较快？ Who's faster? 看一看，看一看，兔子快还是乌龟快？兔子，乌龟，哇哦！兔子看看乌龟，乌龟看看兔子，兔子今天为什么跑得和我一样快？乌龟想一想，乌龟又想一想，乌龟看一看，乌龟又看一看。乌龟说，兔子，今天你为什么跑得和我一样快啊？
How come you are running as fast as I can run today? 真的吗？兔子笑了。兔子笑了。兔子说，你也跑得很快呀。You also run very fast. 你也跑得很快呀。乌龟跑呀跑，它看看兔子。兔子跑呀跑，它看看乌龟。它们两个跑得一样快。乌龟说，兔子，你真的是我的好朋友。Do you have a good friend just like a rabbit? 乌龟好开心，好开心。它跟兔子说，兔子，你真是我的好朋友。今天我也跑得很快，你知道为什么吗？兔子说，我不知道。我觉得你今天也跑得很快，你以前也跑得很快。谢谢你告诉我。乌龟说 ，Because， 龟说，因为今天你跑得跟我一样快，让我好开心。兔子说，今天我也很开心，因为你今天也和我一样跑得一样快。我今天和你也跑得一样快，我们俩都跑得一样快。We run just the same. Wow, 他们两个好开心，他们跑呀跑呀跑，他们跑得一样快，他们就到了终点。And they reach the finish line. 他们就到了终点。乌龟看看兔子，兔子看看乌龟。他们两个都笑了，他们好开心。今天是一个很棒的赛跑，他们两个都赢了。They both won. They both reached the finish line together. 乌龟觉得兔子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兔子没有跑得特别快，兔子喜欢他的朋友乌龟。他要和他的朋友跑得一样快 ，so they can be together on the race. How about you? If you have a friend who's running really fast, maybe you'll run as fast as he is. But at the same time, maybe you can run as slow as your friend wants to run, and you can run together. 你们两个可以一起跑步，一起跑步，一起跑步。你们可以一起跑得快，或者一起跑得慢。如果你跑得特别的快，你可以慢下来 ，slow down。你可以慢下来 ，Can you do that？ 你可以试试看吗？你可以试试看吗 ？Can you give it a try？ 如果你和 Miss Panda 一起赛跑 ，If you have a race with Miss Panda。我想你一定跑得很快，你可以慢下来吗？等等我吗 ？Can you wait for me？ 可以等等我吗？可以。哦，谢谢你。Well, I hope you enjoy the story today. 我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故事。想一想，想一想，你想和谁一起去赛跑呢？不要忘记哦，如果你跑得特别的快，你可以慢下来，慢下来，和你的朋友跑得一样快。Wow,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And see what your friend will tell you. 看看你的朋友会告诉你什么，好呢？好啦，我们下一次见咯。I'll see you next time. If you want to have more stories, don't forget to go to Miss Panda Chinese. If we're...all the resources. 谢谢你 I'll see you next time. 我们下次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今天好开心。再见，我们下次见。再见，小朋友，我们下次见。再见。小乌龟去哪里了？我现在要去找一下小乌龟，还有小兔子，它今天也好棒。